今次同 4FINA 合作咧，最大嘅目的就系将一啲创新同埋好好玩嘅元素摆喺里边，咁大家喺跳舞嘅环境上啊，同音乐上咧都会感到好大嘅分别嘅。我哋將 Fitness Dance 分咗三個類別，而每一個類別都有佢好好玩同埋好獨特嘅地方。我哋有全港獨有嘅 K-pop Cover Fitness， 同埋針對下半身嘅 Full Rep Training， 希望帶到啲好好玩同埋好新嘢俾大家。其實每次教完堂咧，見到啲學生由唔識變到識，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。因為跳舞是一種很有 energy 啦，很有 style 的運動嚟嘅。我自己覺得跳舞的女仔是特別有吸引力的。Fitness dance 是一種高大的運動，大家都知道噶啦，佢幫大家爆汗啦、燒脂啦，但其實咧都可以好好玩嘅。咁當然仲有我哋嘅團隊創作嘅最 hit 最流行嘅舞步啦，好有型但唔複雜。